準備啊！一、二、三，開！啊！細一喎你，細牌第一你，大型時候。啊！夠啦夠啦，中場休息陣先，嚟啊飲飲飲。做咩啊你？唔慣啊？拍戲啫，你咪當佢哋係你 MV 啲女主角，咪入戲啲咯。唔啦，女主角一個就夠。做男人點可以咁冇風度噶？人哋對你有好感，你又對人冇感。你睇下，嗱，做男人只要關愛身邊嘅人，你做得 social butterfly 就要改變自己嘅心態。咁大愛唔驚咩？驚。知驚先係知定。Thank you。原來知驚先保護到你愛嘅。咁你驚咩？冇咩驚。嚇？頭頸咯。嚇？頭頸癌啊！哦，原來你驚嘅 HPV 相關頭頸癌，我唔使尷尬喎，我都係上次拍嘢先知，原來 HPV 關男人事。哦，係咩？係啊，每兩個就有一個中噶。兩個？而家連個口都會感染，仲係癌變成男人高危嘅頭頸癌，都市咁癌慘，你仲點出嚟撈啊？所以咪驚咯！你而家知驚啦咩？男人生存法則，預防 HPV 及相關頭頸癌。係男人，即刻揾醫生傾下啦！